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咱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呀，兄弟们啊！老爷，逗逗小迷糊吧，不逗小迷糊了啊，不逗小迷糊了，塞文点逗小迷糊呢。哎呀，哎呀哈！没认出来，没认出来谁呀？没认出来小石榴啊？老四都认出来了，兄弟们啊！老四都认出来了，老四都认识四哥呀！四哥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个才艺吧，行不行？四哥，啊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个才艺，行不行？老四。你说你的脑瓜子这么大，兄弟们，你说老四的脑瓜子这么大，他脑瓜里寻思啥呢？啊？哎，你说老四的脑瓜为啥这么大呢，兄弟们？啊？穿衣服更好看了啊？老四，我瞅瞅，兄弟们，你说老四的为什么脑瓜这么大呢？啊？这个叫爆头吗，兄弟们？啊？你没发现老四脑瓜比我脑瓜还大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四哥呀，你这脑瓜比你姥爷脑瓜多大呀？啊，四哥呀，虎头虎脑啊！四哥。比我头大，四哥不许动，四哥来，不许动，四哥不许动，老四，你不能动啊！老四，你信不信老爷不敢亲你？老四，你信不信你老爷不敢亲你？四哥，你信不信老爷不敢亲你？啊？四哥，你信不信我嫌弃你？四哥，啊？来，能不能给我四哥弄点驱泪痕的呀？哎呀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吧，老四，其实吧，他啥事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他有点上火，找个媳妇就好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四哥找个媳妇就好了。啊，四哥，你信不信老爷不敢亲你啊？不许动！不相信呢，老四不相信呢，强扭的瓜不甜呢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。老四啊，来这个肉干，老四啊，来这个肉干，你吃不吃？做好了，做好了，三做好了，三做好了，四哥吃不吃？给我四哥吃着。来，咱们玩游戏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玩游戏。老铁们，让他们几个准备好了，兄弟们，让他们几个做好了，然后呢，我按顺序把他们几个叫过来，兄弟们，你们信不信他们一点差错都不带有的？啊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兄弟们啊，我训练的狗狗一点差错都不带有的，兄弟们，多少能有木耳？哎，兄弟们，现在这啥季节，木耳还没种呢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木耳还没种呢，不相信？好，兄弟们啊，不相信我就让你们看一下子啊，老铁们，我让你们看一下子啊，看看我们家狗狗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自己叫什么名儿，兄弟们啊，看看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儿啊，你们几个坐好了，我数到三的时候。我给他们发零食吃，兄弟们啊！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发零食吃啊！老爷，你每天直播太晚，很想看宝宝们，但该睡觉了，只能看一小会儿。感谢若兰啊，谢谢若兰，
兄弟们，三爸爸迟早会有一天一定会，兄弟们一定会早点直播，老铁们啊，三爸爸以后肯定会早点直播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了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大家伙每天晚上的陪伴，兄弟们每天晚上的不离不弃，每天晚上的兄弟们，咱们在同一时间相聚，兄弟们谢谢你们啊，我也是最多看二十分钟，来。所以兄弟们，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咱先做游戏啊，老四来，老大坐啊，好，在这坐，小石榴，好啊，小明坐，好，不许动，一定不许动啊，谁要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谁要听错的话，我告诉你。老爷可对不起他，我告诉你啊，谁要听错了的话就不给奖励了啊，知道吗？啊，看早播会儿有啥困难的，坐好了，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我早播会儿的话，就我这种性格的话，兄弟们，我也是播到后半夜，因为我晚上的时候真是兄弟们，晚上我真是睡不着觉。你坐好了，来坐好了，来你坐好了。来啊，我早播的话，我也是播到那个点儿。兄弟，你知道为什么不早播吗？因为吧，我每天晚上都想段子，知道吧？每天晚上都想段子啊，每天那是我的工作，兄弟们啊，我也不是说闲着，我故意不给大家伙播，兄弟们，我也不是故意不给大家伙播，我真是晚上得想段子。啊，白天我也想，你看现在段子不好拍，还不上热门，兄弟们，我闹心呢。啊，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等我喊名儿。啊，石榴，你坐好了，石榴，你坐下。坐好了，石榴。啊，坐下。好了啊，拍小明能上热门，来，三，你坐好了。你坐好了，你们坐好了啊，等我喊你们的名字啊，喊到谁的时候谁才能过来吃零食，知道吗？一人过来领一个啊，都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吗？啊，别领错了啊，领错了没有份儿啊，坐好了不许动，我没叫你们，你们不许过来啊，三位来，好，三个鱼肉干啊，吃吧，三，好，老大淘汰，全淘汰，全部淘汰，全部淘汰啊，再重来一把，再重来一把，兄弟们，我这回我先不叫三万，我先叫别的狗啊，我最后叫三万，兄弟们啊，全淘汰啊，来，过来，老四，好，三个啊。好了啊，阿宝，看徐亮坐这儿啊，把名字坐好了，不许动，啊，坐好了啊，我叫谁的名字谁才能来，啊，兄弟们看俺家三文到底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啊？看我们家三文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全部来，别听错了啊。三，你坐下。哎，我发现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。好了啊。他想过来啊，重来，不许叫。啊，小明儿来。好了啊，三人淘汰了。三淘汰了啊，三皮太大了，来，老大坐，老四坐，
啊，小石头坐啊，石头来，小明坐这儿。啊，三位已经被淘汰了，兄弟们啊。嗯，好，好，重来，坐好了。好，啊，小石，哎，老四来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哎呀，老四真乖，哎，老大淘汰啊，啊，给老四一个奖励，好，再重来，已经淘汰俩了啊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。嗯，好，坐好，石亮，坐好，小明来，看你们一家三口聪不聪明啊？看你家三口聪不聪明啊？啥也不是，来，兄弟们看他们一家三口聪不聪明啊？小明来，小明啊，石亮过来，石亮过来，石亮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四来，四哥来，老四，过来，老四来，哎，老四坐好，四哥，你坐好了。唉，我发现你们几个怎么不知道自己叫啥呢？都啊！过来，重来一遍，我就不相信了。我叫你们两个的时候，你俩就赶紧过来就完事儿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我看你俩小的，我看你俩小的份上啊！我再给你俩次机会啊！你俩如果还不听话的话，还不懂的话，我就给你俩淘汰了啊！咱们家今天胜出的就是咱老四，兄弟们，你看我一会儿怎么宠小老四啊！啊，来，好，好了啊，兄弟们，你说先叫谁？老铁们，你们先让我叫谁？兄弟们，公平啊！小迷糊，你说你这一天天你能好好坐着不啊？啊，先叫谁，兄弟们？先叫谁？哎呀，小迷糊啊，好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，老爷叫你了，小迷糊，你，小迷糊，啥也不是，你瞧瞧，石榴。石榴来，石榴，快点，石榴，叫你呢，小迷糊，哎呀，真蒙圈的有点，都关怕了啊，都怕关。坐好了，石榴，我老没叫你呢，现在我叫你，石榴过来，来，石榴过来，来，小明啊，哎呀，我教你们俩呢，你咋这么笨呢？我发现呢，啊，不，你俩做梦呢吗？你俩啊，石榴。你看你，小明啊，你来呀！我靠，小明啊，快来，小明啊！你说你一点不能，哎呀！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！你看我四哥，你瞅我四哥，哎，奖励给你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得是我四哥，兄弟们，
还得是我四哥呀，啊，喊破嗓子，我喊破嗓子他都不愿来的。兄弟们，他俩算不算已经被淘汰了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我让你们说，兄弟们啊，咱家现在最聪明的是谁？兄弟们，来，我问问大家伙，兄弟们，我问你们啊，现在三被淘汰了，老大也被淘汰了啊，就剩他们一家三口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一家三口他们几个谁最聪明啊？老四啊，四哥呀，你从小就拿最后一名，老四，你今天拿了个第一名，四哥，老爷太感动了，老四，老爷太感动了，四哥，啊，兄弟们，大家为我们家老四热烈鼓掌吧，兄弟们，啊。哎，兄弟们，我要好就好好奖励奖励老四，兄弟们。我小明，今天小明，水蛋，我给老四颁奖，兄弟们，我给老四颁奖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老四拿了个第一名。四哥呀。你拿了个第一名啊，四哥呀，老爷好好奖励奖励你，四哥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不说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三爸爸应不应给我们家老四，兄弟们应不应给老四啊奖励奖励啊，兄弟们啊，老四你坐好了，四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兄弟们，兄弟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，俺家老四啊打小啊家里都穷啊，兄弟们啊，我打小的时候就灌输他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，兄弟们啊，老四啊小的时候就不听话，回回考试拿倒第一，兄弟们回回考试拿倒第一啊，老铁们呐、兄弟们，老四这回啊，老铁们拿了个第一名，我真的给老四点鼓励，兄弟们，真的给老四点奖励啊！我太喜欢这老四了，老四，你今天拿了个第一名啊，老爷给你发个奖状吧，兄弟们，老四，老四啊，老爷给你发个奖状吧，四哥啊，哎呦，四哥，那个老四啊，老爷真是感动啊，四哥呀，老爷亲一口行不行，四哥，老爷真是感动啊，四哥，我感动的不行了，老四，老爷亲一口，老四，老爷给亲一口，老四，你敢，你跑了个第一名，老四这把，老四，老四啊，你干啥呢，老四，老四哥，你不感觉老爷啊，老爷现在已经是感动的无以言表了吗，小老师，老爷只能用行动来表达我自己现在的心情，老师，你我只能用行动来表达，兄弟们啊，四哥啊，好了，兄弟们啊，四哥，老爷抱抱，老爷抱抱啊，我给俺家老四颁个奖状，四哥，老爷给你颁个奖状，四哥啊，嘿，四哥，看看啊，这么大个奖状，老四，你看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，老爷小的时候都没拿过这么大的奖状，老四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喜不喜欢老四？看，老四，你瞧瞧，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四哥呀，这个奖状真好看呐，四哥啊，我的妈呀，哎，四哥，看。这奖状给老爷吧，老爷给你留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大个奖状，兄弟们你们见过吗，老铁们啊，四哥，老爷给你奖励个尿不湿啊，老四啊，这是你的奖品，尿不湿，祝你以后老四顺风顺水，老四以后祝你啊，顺风顺水啊，祝你啊，年年有今日，
岁岁有今朝，老师祝你子孙满堂啊！细水那个叫长流，老师，嗯，老师老爷非得亲一口，四哥不行，四哥老爷非得亲一口，女人四块，老师来亲一口，老师。老师，你不喜欢我四哥啊？我四哥这是不喜欢我呀，兄弟们啊！四哥，你这是干啥呢，四哥呀？啊？老爷刚奖励你个尿不湿，老师刚奖励你个尿不湿，你就打算给他用上啊？啊，四哥呀，咱直播间是那个绿色直播间，老师你不能这样式的啊，四哥。你对老爷都有想法，四哥你咋想的，老师啊？你这样式的可不行啊，四哥呀！你对老爷有想法，但是老爷对你没有想法呀，老师。啊，听话啊，四哥啊。整不了了，啊，都没看见口红，四哥，别闹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大家伙有需要咱们家宠物用品的老铁们啊，咱们家下方小购物车，老铁们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咱们家的元气蛋啊，第二个链接，兄弟们，有想买元气蛋的兄弟们，咱家元气蛋马上没有了，29.9块，兄弟们买10个送6个，买20个，兄弟们买20个送17个，买30个送33个，兄弟们啊！现在我要给俺家老四奖励个元气蛋吃，兄弟们。现在我要给俺家老四讲这个元气蛋吃，兄弟们啊，我们老四今天考试拿了个1名，兄弟们啊，老四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可以让老爷引以为傲的就是你今天拿了个1名啊，老四啊，你可不要骄傲啊，四哥呀，啊，老四你可不要骄傲啊，你啊，我要奖励给俺老四一个元气蛋吃啊，兄弟们啊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一块儿见证我四哥吃元气蛋。我们老四今天的奖励奖品，考的什么试？兄弟们啊，考的是，兄弟们考的是啥试？就是考的是，兄弟们啊，点名来领吃的，兄弟们啊，他们几个谁都没做到，唯独老四做到了，兄弟们，唯独我家老四做到了啊。老师太猛了，太厉害了，兄弟们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老铁们，我给你们看看咱家元气蛋啊！我四哥呀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四哥平生，老铁们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老四这辈子，兄弟们，我们家老四这辈子最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就是咱们家元气蛋，兄弟们，老四吃别的，四哥别的东西不吃，兄弟们只吃元气蛋，吃别的东西吃。牙刺挠，老四嗓子难受啊，兄弟们牙痒啊，老四啊，老爷说的没毛病，老四啊，你是不是只吃这个原因蛋，四哥是不是？是不是老四？啊，是啊，兄弟们，俺家老四最喜欢吃原因蛋啊，你们想给狗狗买原因蛋，老铁们，咱们家这原因蛋，老铁们，我可告诉你啊。你现在你能看着的东西，兄弟们啊，外面这一圈呢，有那个西兰花，有那个胡萝卜，有那个南瓜，兄弟们，有那个鸡肉、鸭肉，有鸡肝，兄弟们啊，这里头啊，兄弟们啊，那个肉应有尽有，这是一个元气肉蛋，而且呢，兄弟们里边啊还是有芯儿的，兄弟们看到了吗？这个芯儿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四哥最喜欢吃元气蛋。一天吃几个，兄弟们？一天的话，给狗狗吃2个元气蛋就行，兄弟们。一天给狗吃俩就行啊，兄弟们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拍。我四哥老喜欢吃，大家伙儿，我跟你说，俺家老四喜欢吃，你们家狗也喜欢吃，兄弟们啊。咱家元气蛋马上没有多些了，兄弟们啊。元气蛋是29.9块，买10个，兄弟们送给白送你6个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呢，你买20个，我送给你17个。你买30个，我送给你33个元气蛋，兄弟们啊，33个元气蛋，四哥馋坏了吧，老四，你亲老爷和老爷给你吃，兄弟们，你不能说老四特别容易就得到这个东西，老四兄弟们啊，老四虽然说喜欢吃，但是呢，咱得有条件，兄弟们啊，四哥你亲老爷一口，四哥，来，你亲老爷一口，老四亲老爷一口。
老三，亲来一口。老三，你亲了，亲来一口。老三，亲脑门。老三，亲脑门。呀，我的妈！你啥意思啊，老三？你能别叫我三文呢？啊？老四亲老一口，亲脑门，老四亲脑门，四哥。哟，哎呦，四哥，别闹！四哥，你干啥呢？四哥，你知道你在干啥呢？老四，啊？把手给我拿走！你知道你在干啥呢吗？老四，啊？我操，还挠我？你疯了吗，老四？啊？撒开，撒开！啊，撒开！老四，行了，兄弟们，老四刚才生气了啊！兄弟们，老四刚才生气了，由于三元弟刚才太磨叽了，兄弟们，四哥生气了啊！你们有需要原液蛋的兄弟们，原液蛋买30个送33个，兄弟们啊，比买一送一还划算，兄弟们。比那个买一送一还划算啊！你们想要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的，兄弟们，咱俩原单马上没有了，兄弟们，29.9买10送6，买20送17，买30送33。哎，这么的吧，兄弟们，我告诉你们多少克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咱这个原单多些克的，兄弟们，啊，而且咱这原单啊，一个原单是兄弟们，这一个原单呢。一个原液蛋是40克，兄弟们，10个原液蛋呢就是400克，老铁们啊，29.9给你们发16个原液蛋，46240，总共是640克，兄弟们啊，29.9的话，总共是640克原液蛋，兄弟们，640克啊，如果你要是兄弟们，如果你要是买20个呢？密码20个，我送你17个，兄弟们啊，20加上17乘以。啊，20加上17啊，乘以20加17啊，乘以40，兄弟们啊，1500克，兄弟们，你买20个原液蛋，相当于买了1500克的原液蛋啊。如果你要是买30，兄弟们啊，30，我给你送33个，兄弟们，相当于你买了，兄弟们啊，5斤原液蛋，老铁们啊。买30个送30，送33个，相当于买了5斤，老铁们啊！四哥，再给我四哥来一包，兄弟们啊！四哥来，啊，来四哥，啊！小型犬一天吃几个？小型犬一天给一个就吃，兄弟们啊，一天给1到2个吃就可以了啊，老铁们啊！好了，小迷糊上场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这个是元气蛋，元气蛋是用一些食材，肉啊，鸡胸肉啊，鸡胸肉，然后鸭胸肉，还有那个鸡肝，兄弟们，加上那个蔬菜，兄弟们啊，混合成，啊，兄弟们捏用人工捏成了一个蛋，就跟包饺子一样，兄弟们，里边包的蛋黄啊，里边包的是有的里边包蛋黄，有的里边包芝士啊，有的里边包海藻，兄弟们啊。主播复合维生素还有我们活动吗？复合维生素啊，兄弟们，咱家没有了啊，因为库存的话应该还有2瓶啊，咱家库存的话应该还有2瓶，你要想买的话你可以去买一单，我现在给你改个价格啊，复合维生素是不是，铁子你想要是不是，你想要的话我们2瓶，你要想都买的话都给你了啊，兄弟们，但是呢保质期还有5个月啊，复合维生素保质期还有5个月啊，我给你上一下子啊，你要想要的话你现在拍一单，兄弟们，一会儿我把三元放出来，兄弟们再让他们玩一会儿好不好，咱们再玩个别的游戏，兄弟们，或者咱刚才那个游戏再训练他们一遍，看看他们几个能不能好好的，总共就2个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了，增加库存1个啊，总共2单，兄弟们啊，咱家平时的时候卖65一个啊，你现在有需要的话，我现在你上，我给你再来一次，我再来一次，兄弟们别着急，兄弟们你们别着急，你们有需要宠用品的话，你们拍一单咱家宠用品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拍一单咱家宠用品，我一会儿就带咱家狗一块玩，了解吗？你看我一不带狗玩，你们就走，我一不带狗玩，你们就走，啊，咱家卖咱家宠用品比别人家卖都便宜，兄弟们啊，
比别人家卖都便宜，三十五米，兄弟们啊，然后呢就俩，兄弟们多了没有啊？复合维生素就两瓶了，兄弟们啊，多了没有啊？我给我家狗留了两瓶啊，剩了两瓶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要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要，你们可以去拍它，我给你上架了，兄弟们啊。复合维生素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平时卖65，现在35，兄弟们啊，平时65，现在35啊，嗯，你们去买吧，就两个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，咱家就剩了最后两瓶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库存。老师不打瞌睡了。好了，来，咱们再重来一遍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再重来一遍。这回兄弟们，这回谁要再表现好的，兄弟们啊，谁要再表现好的话，我兄弟们，现在谁要再表没有了啊，没了，兄弟们，没了就没了，兄弟们，总共就两个啊，总共了，没了就没了啊。这回谁要再表现好的话，我奖励他罐头吃，兄弟们啊。没有的话你拍慢了，铁子实在是对不起兄弟啊，抱歉了，兄弟们啊，就两瓶没有了啊，你们等38咱再进货的吧，兄弟们，因为咱家宠物用品都卖完了，有好多都断货了，兄弟们，狗粮又断货，你看我今天没挂狗粮链接，狗粮又断货了，今天咱们家光狗粮呢卖了是190多袋，兄弟们，我今天没挂狗粮，狗粮没有了啊，老铁们啊，来咱们玩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带狗玩啊，你们有需要就是我下方挂的东西都有，没挂的就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，你卖的都是宠物用的，不对啊，卖的都是宠物用品啊，三位来重新登场啊，返场了，来过来，来啊，返场了，老四眼神看你在干什么。好了啊，你们几个可要听话啊，咱们再重来一遍，兄弟们，咱们再重来一遍啊，拍了个大单，谢谢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咱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来再来一遍，我这回啊，兄弟们啊，其实我想证明俺家 Seven 知道吧，兄弟们，我想给你们证明啥呢，我就想证明 Seven 聪不聪明，知道吧啊，其实咱们家其他的狗啊，除了老四，兄弟们，除了 Seven 就是老四了啊。别的狗说实话不是我瞧不起别的狗啊，因为咱家这些狗狗里，除了我家 Seven 就是咱家老四最聪明。你看老四平时蔫不愣登的，老四真是爱学习了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因为老四身上有压力啊，老铁们，老四再不学习就老了，再找不到对象了，兄弟们啊，我四哥现在心知肚明，心里头。他自己心里都心知肚明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来老四坐这儿来，大家有需要咱家小馒头的啊，小馒头是19.8元两袋，兄弟们啊，顽皮小馒头，来两袋小馒头，一袋220克，两袋440克，好了，再来一遍，三个来，三个来，三个做好了，来，小刘做好了，随便，随便做好了，啊，跪到闹闹，跪到闹，听话啊，听话 ，seven， 你能不能听话呀？我发现你三，你总溜号呢 ，seven， 你总不知道我在叫你，跪到啊 ，seven， 你得知道我在叫你。啊，小明过来，你看看，坐好了，他坐 ，OK。我没数三，我说谁过来，我给他零食吃。小明过来，啊，谁过来谁给零食吃，我叫谁过来，我没叫的时候别过来。啊，我没叫的时候不许过来啊。小馒头两袋，兄弟们啊，19拍一发二啊。老大过来，来 ，seven， 你又淘汰了是不是？
都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们几个啊？你说老四多稳，你说我四哥多稳呢，兄弟们。你看，这把拿第一又是老四了。我这么一瞅啊，这把拿第一名又是老四了。你说老四往那坐多稳，兄弟们，没叫他不带来的。都回去，都回去，啊！来，老大坐着，老大来，重新，重新来。现在坐着，老大往后退，往后退。难道这把拿第一名又是老四，又是老四啊？好，小明坐好了，小石坐好了啊。来，老大坐好了，老大。好，来，不许动啊。石头来。石头过来，哎呀，好，不许动，石头来，三爷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小石头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叫啥了，兄弟们，小石头现在已经知道了啊！三爷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你看你现在有点太不听话了啊！你怎么现在跟别人也是聪明的，三爷？你最起码你听话一把也行啊，三爷。算了啊，三爷，你听话一把好吗？来，不许动啊！老大过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，小石头来，石头，石头过来，石头来啊！我他妈叫的石榴，你替他来呀？你算哪根葱啊，老四啊？石榴来，石榴，你看看你们几个，你看你瞅瞅你们几个，啊，小石榴赢了，小石榴赢了啊，兄弟们，小石榴是赢那伙的啊，起来，兄弟们，我先把小石榴放起来，因为小石榴属于赢的那伙的啊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石头再重来，再重来一把，再重来一把。老大过来，老大过来，来，一点不听话，你说你们几个？老四想替他媳妇出头，三人坐着，好了啊，小明坐，小石头坐好了，重新来啊。第一次是老大赢了，来。我重新喊名字啊，不许动，听我口令。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，哎，听话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好，老大，好，老大啊，好，老大，啊，好，老大啊，行了，好了，你俩都赢了，你俩都赢了，过来吧。你俩现在都已经赢了啊，都赢了，小石头不算，兄弟们，小石头不算啊，不许动，给我坐好了，给我坐一下，咱们坐，老大赢了，都动了，其实他们几个都动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，这狗挺聪明。三文是不是失落了，兄弟们？我感觉好像三文好像失落了一样的，啊？羊奶粉买一桶送一桶，兄弟们啊！羊奶粉一桶是400克啊，两桶是800克，兄弟们啊！这太残忍了，过来，再坐好了，来，我重新再重新来一把，我相信你们几个肯定会成功，来。老四坐这儿，我相信你们几个肯定会成功。石榴，三个坐这儿，三个来。小明过来，小明花，三个坐这儿，三个坐这儿。啊，过来，小明花，石榴，你们几个肯定会成功啊！先叫三万，不先叫三万，兄弟们，你先叫三万就不对了啊！好，石榴来，啊，石榴来啊！哎，不许动，石榴来，好。
你看看 Seven， 你总是你。Seven， 你听话呀你，你往后点，再给 Seven 次机会。好 ，Seven 过来，来，好，小米，小石头，听听话啊，小石头啊，我欠小石头好几根肉干了，兄弟们，我欠人家小石头好几根肉干了啊，小石头也听话现在啊。Seven 呢 ？Seven， 你听话，爸爸没叫你的时候你不能来啊，但你要来了，你要再来的话，我不给你肉干吃。Seven 啊，好。不许动，看叫谁，兄弟们啊，老爷别老跟 Seven 喊，兄弟们 Seven 是能听懂你语气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我跟他喊， Seven 是可以听懂我语气的，我跟他这么说话他能听懂我生气，知道兄弟们啊，我跟别的狗生气也白费，兄弟们，我跟小牛生气有啥用，老铁们，你说我跟小牛生气有啥用，我跟老大生气有啥用，他们听不懂，唯独 Seven 能听懂，兄弟们知道吧啊，我跟 Seven 这是一种沟通，兄弟们，并不是说我对他不好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这个都不理解吗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，我跟 Seven， 我们俩之间，我跟 Seven 之间，兄弟们啊，就是父女之间的关系，兄弟们知道吗，这是一种沟通，知道吧，我家 Seven 从小我就这么培养出来的，不许叫。重来啊，重来。Seven 说你不叫我不来了，你看听话了吧，来，石榴来。石榴来，过来，石榴。不许动啊，不许动。好啊，好啊，真听话啊，不许。妈，这俩都淘汰。这俩都淘汰啊，你俩都淘汰啊，小迷糊淘汰，老大淘汰。啊，现在为止，兄弟们，老大淘汰了啊。我已经给了很多次机会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给了很多次机会了。小明过来了，小明淘汰来，好，是你们仨了，过来，来，是你们仨了，过来，三到四，过来，三来，好，石榴坐这儿，三万，好，剩他们仨个了啊，兄弟们，看他们几个谁听话啊？三文老四文四没动，来，好。啊，石榴来，石榴来。啊，石榴真乖啊，兄弟们，欠小石榴好几个肉干了，兄弟们啊，咱欠小石榴好几个了啊。好，三万来，三万来，过来来。啊，三万来了，三万来啊。好，老四你也来，老四。哎，你看他们几个配合多好，兄弟们，看配合多好，来，先给小石榴奖励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他妈差点，你想把我吃了得了呗，你先给小石头奖励啊，再给Seven一个奖励啊，再给老四一个奖励，真好，我再来一遍，兄弟们，再让他们仨再来一遍啊，再让他们三个再来一遍，老四能听懂，来，兄弟们，我现在我换一个顺序，我先喊老四，老铁们，我先喊老四啊，刚才是我先喊的小石榴，这回我先喊老四，等会儿再来一把，兄弟们，再来一把，我先喊 Seven 啊，再来一把的时候我先喊 Seven 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老铁们，你们想买咱家我给俺家狗狗吃这个肉干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咱家肉干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那咱家肉干，咱家肉干呢在第13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肉干是买一袋肉干赠一袋结齿棒，兄弟们啊，买一袋肉干赠一袋结齿棒啊，有想要的话你们可以要一袋，兄弟们啊，我这回兄弟们啊，买一送一，兄弟们，肉干啊，肉干在下方小购物车，兄弟们，这是第13个链接啊，我正在讲解当中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的，来，重新喊啊，三万不能动，三万啊，不许动，三万坐好了，小迷糊你们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，知道啊，不许动啊，谁都不许动啊，我喊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才能动啊，喊的时候才能动啊，来，老四来，老四，老四来，老四啊，四哥来了啊，真聪明啊，三文过来，石榴，石榴，你看石榴，石榴这把不听话了啊，小石榴这把不听话了啊，来奖励老四，老四们都没错过，兄弟们，咱老四都没错过，三文都错过，兄弟们，
三人都错过，老四都没错过，你看发现了吗？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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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谁十只都过来，快来，再来一遍，兄弟们，老四是不是都没错过？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三人坐这儿，三人坐中间，十只坐中间啊！我这回我先喊三位，兄弟们，我先喊三位啊！啊，三位来，老四来。三位来，老四来，老四过来，老三，老四来。你看石榴，石榴走一半，还没来。石榴过来，小石榴，看看看看，兄弟们啊，非常漂亮啊，非常完美啊，这把非常完美，兄弟们。小石榴知道自己错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，老铁们？买一袋肉干赠一袋截止棒，兄弟们啊，咱家一袋肉干是400克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一袋肉干是400克，烘干零食，烘干肉干，兄弟们，鸡胸肉的含量达到90%，看了吗？有鸭肉的，有鸡肉的啊。然后呢，兄弟们，你们拍的咱家这个截止，拍的咱家这个肉干400克一袋，兄弟们啊，400克一袋啊，咱那是买一袋送一袋啊，送一袋截止棒，兄弟们，我再来一把，我想更加的巩固一下子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我更加的巩固一下子啊，来，咱们再来一把。兄弟们，你说这把先叫石榴吧，行不行？兄弟们，叫石榴，石榴有点自信，行不行？让你家小石这把有把自信，来，过来来。好几天没看到小迷糊了，小迷糊今天不听话，兄弟们今天不听话啊！三月坐下来，三月来，啊，三月，但三月挺听话啊。好了，不许动。啊，我叫的时候才能来啊！啊，小明，你不能每次节目都插播10秒广告。过来，小石榴坐好了，小石榴啊，坐好了，我喊你的时候你才能来啊！小石榴，爸给你个奖励，我给你个奖励啊！好，小迷糊哪天听话了？今天尤其不听话，三月坐好了。三做好了，从没来呢，没来呢，没有，做好了啊，啊，石榴爱动啊，三位你做好了，你别着急，三位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其实你们发现三位真有点那个多动症啊，你是不是也有多动症啊？小石榴做好了，我叫你们一声才能过来啊，石榴过来，石榴来。seven 呢？你看看你真没老四稳呢。你看你跟你儿子学一学。小石榴，给小石榴奖励啊！啊，石榴来，好，快来！石榴进来，石榴来，石榴，石榴进去吧，石榴。好了啊，咱看看，行行，兄弟们，咱们看看小老四，兄弟们，小老四和小 seven 啊，你太有耐心了，一遍又一遍的给你点赞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来，老四坐，四个来，三人坐，三人坐来，好，不用练了，整废的，单独得单独练。好，你们俩啊，老四来，你看。你坐着，老四，老四你太听话了，老四来，三人过来，三人过来，来，三你过来，来，三人我发现你最近咋来了，三文呢？你怎么咋这样式的呢？你最近的啊？你跟老四学一学啊？你给我坐着，你给我坐着，来，你给我坐着，你给我坐着，坐着坐着。你跟你儿子学一学，你瞅他啥也不是，你瞅你儿子。啊，好好的，你说你干啥干啥啊？干啥呀你啊？啊，你给我坐着，你给我坐，你坐着，听不听话你？啊，你是啊？我发现你现在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在吧？你现在就是啊？老四听话，你应该表扬他，你摸摸他，老四摸摸他，摸摸摸摸，对摸。操你！你不能连摸带揍啊！用手摸，
三，摸摸摸摸它，摸用手摸摸头，靠摸头摸，你看你连打带骂，你给我坐这儿，没有这样当家长的三万，你干啥呢？你在这动手动脚的在这儿，你摸摸它摸摸它三万。摸摸摸摸摸摸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可拉倒吧，四哥，拉倒，别摸了，别摸了，都给四哥吃得了。哎呀，四哥真倒霉呀、啊！四哥，你碰到这样似的，妈妈你是真倒霉呀、啊，四哥。啊？哎，四哥对不起，四哥啊，是老爷错了，四哥，老爷对不起你，老爷对不住你啊，四哥。我四哥最近可听话了，兄弟们。哎 ，seven 呐，你不能总那么整你儿子，知道吗 ？seven 啊，那是儿子，儿子以后还给你养老呢。啊，你说总打他，打废了，打残了，以后你给他养老，还得给你养老。是不是 seven 啊？他给你养老，还给他养老？想明白了吗？你想明白了吗，三万？乱怼呢，听不懂。换老大试试啊。三万问题不大，没事儿、嗯。好了，三万啊，三万听话啊，你要摸摸你儿子，你要管好好管理他，知道吗？你要让老四好好好越学习越来越学越好啊，咱们对不对？啊，你越夸他啊，老四就会越来越学越好，咱们你要学会夸他，夸老四啊好了，感谢大家伙兄弟们啊，然后有需要咱们家鸡排啊，鸡排长也没有，马上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，还有咱家益生菌，兄弟们，咱们家第20个链接，咱家肠胃宝9.9的截止棒还有吗？9.9的截止棒啊，兄弟们，9.9的截止棒在，9.9吗？截止棒在哪儿呢，兄弟们？9.9的截止棒，哎呀，咋没了呢，兄弟们？怎么没了呢？9.9的截止棒，我也待会上啊，兄弟们，咱俩尝一把是49.9两盒，兄弟们，49.9两盒，出来吧，啊，出来一块玩吧。老子碰到这种不动脑筋的游戏可聪明了啊，哎，你们也不能这么说，兄弟们，谁说这款游戏不动脑筋呢？啊，谁说这个游戏不需要动脑筋呢？你叫谁来，让谁先来，让谁先吃，兄弟们，那不得动脑筋吗？你不动脑筋能吃到好吃的吗，兄弟们？对不对？你不动脑筋能吃到好吃的吗？奶奶生病都会照顾姥爷，三万生病，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老四听话啊，四哥，然后兄弟们，待会儿想要那9.9的截止棒是吧？我给待会儿上一下价，兄弟们，9.9的截止棒，啊，我给待会儿上最后一个链接吧，兄弟们啊，上最后一个链接啊。截齿棒9.9的，哎，怎么没了呢，兄弟们啊？专传记者什么意思啊？老爷搬到杭州了吗？还没搬呢，兄弟们，还没搬呢。我现在给你们上架，兄弟们啊，9.9的磨牙棒在最后一个链接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去拍吧，兄弟们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9.9的磨牙棒，最后一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9.9的截止棒，兄弟们啊，截止棒，那个里面有15根，一袋截止棒是120克，兄弟们。9.9包邮啊，可以帮助狗狗清洁牙齿，去除口臭，
兄弟们啊，洁齿的，磨牙的，磨牙洁齿的啊。老爷，你都突破600粉丝了，哎呀，突破不了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是个瓶颈期呀、啊，孩子们都挨着老爷。兄弟们，咱们家啊，大家伙都知道，咱家是游戏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但是狗狗从来不跟我啊，他们从来不认真啊，从来，兄弟们，不说啊，不是真挨揍，从来都不是真挨揍，就是俺家 Seven 揍老四，兄弟们，老四都，大家伙总会感觉，哎呀，你家老四啊，忍气吞声的，大家伙总感觉老四在咱家吃苦了，遭罪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老四在咱家，兄弟们啊，一点也不吃苦，一点也不遭罪。啊，老四压根也不遭罪呀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只不过你们感觉好像三文欺负老四一样，其实俺家三文怼老四一点都不疼，只是一个效果而已，兄弟们。啊，俺家三文，我告诉你，兄弟们，我让三文怼老四，其实都不是我让三文怼老四的，知道吗？俺家三文有时候他都会自己玩着玩着就怼老四了，他谁都怼，三文谁都怼，连我他都怼，兄弟们。啊，连我都怼。这是我们家 Seven 的一个技能而已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这是俺家 Seven 的一个技能而已。9.9磨牙棒啊，兄弟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最后一个链接啊，9.9一单，兄弟们，9.9一包15根，然后呢，这一包呢，兄弟们总共120克啊，多陪他们玩会儿游戏吧。Seven 能听懂的你的语气，你看啊。兄弟们，为什么三文能听懂我的语气呢？我给你们试一下子，兄弟们，我就比如说我让三文去做一件事儿，兄弟们，你看啊，我就说语气，我不说任何话，三文就知道我要干啥。你们信不信呢，兄弟们？你看好了啊，老四老大进来，来，老四老大进去，老四老大，老大，你来进去，老大，啊，好。啊，三个小迷糊，老四，小石榴，石榴小迷糊，来，石榴，这是石榴啊，磨牙棒，兄弟们，9.9的磨牙棒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19.9，啊，那个9.9包邮啊，洁齿棒啊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链接，第50个链接呢啊，9.9包邮，来，兄弟们，我好比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做个比喻吧。咱家9.9截止棒，现在我这边没有样品了，我现在没有样品啊，哎，怼墙导四肯定疼，光光的。三，你坐下，三万，三，你坐下，三万，啊，啊，三，你坐好了，你坐好了，三，坐好了，三万，看直播听不听话啊，三万，你把袜子脱了，三万。不能脱了。不许脱袜子了啊！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啊！不许脱了！啊，这把挑战失败，兄弟们，你不是说脱的吗？但是我告诉他语气的，兄弟们，三文会听语气呀、啊，俺家三文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气，什么时候高兴。啊，他知道是扮演的，兄弟们，你信不信？三文知道我是扮演的。三文如果真要是知道我生气的话，他指定不带拖的，兄弟们，他指定不带拖的。三文坐好了，三文坐好了，啊，三文，把灯关上。生气了，关灯，关灯，我生气了，关灯，关灯，我生气了啊。我生气了，嘿，我的妈呀，你高兴了是不是啊？三万爸爸生气了，
啊，我生气了啊，三娃，你干啥呢啊？我生气了，三娃，你瞧瞧啊，你瞧这狗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诚心的这是啊，这诚心的呀，三娃呢不搭理你了，我生气了。不许动！我生气了，不搭理你。咋的？啊！操！三娃，你能好好玩不？三娃，我发现你咱俩怎么没大没小的呢？你跟我俩呀，三娃呢？啊！你说你干啥呀，三文呢？你这么大了，你说你多大的孩子了啊？你怼的多疼啊，三文呢？啊？那一点不听话的，你说现在你呀，三文这么大孩子了，你说你坐下，生气了，我真生气了啊！把灯关上，必须关上。三娃不能亮，这回不能亮，好，靠你哥的，关，重来，关上。你看，一点不认真，一点你都不认真呢，三娃啊，你一丁点你都不认真呢啊，差点干废了。三娃，小迷糊叫唤怎么办？小牛叫唤怎么办？你在小牛叫唤怎么办？在笼子里呢，他在笼子里呢，三娃。小牛叫唤怎么办？啊，拿啥揍他，三娃？拿什么揍他？啊，拿哪个？你别动我袜子！操，跟你揍袜子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起来，三娃呢？咱有没有水呀，三，你给爸拿个水喝呗，有没有水？羊奶粉买一桶送一桶，兄弟们啊，羊奶粉是买一桶送一桶，让我自己买呀，啊，让我自己买呀，我还得自己买水，三吧，啊，三，爸我渴了，我需要喝水，你找找三吧。有没有水瓶？咱有没有水瓶呢，三娃？这玩意不解渴啊，三娃。我看这啥呀？你要吃啊？是吗？我说我渴了，你整个你要吃，三娃啊？你想吃吗？想吗？想吃啊？你不能点头。你摇头呢？你想吃啊？啊？你看他想吃，不能给吃，三娃啊，不能给吃。你吃晚吃太多东西了，吃太多东西会容易坏肚子，坏肚肚不好啊。宝宝听话好不好，三娃？啊，听话。呀，感谢虎虎飞翔姐姐啊，欢迎咱们家虎虎飞翔姐姐，兄弟们。三娃，给你个磨牙棒吃吧，行不行？三娃，我给你个磨牙棒。三娃啊，不许叫唤！三，你坐好了，转圈，再转圈，撅屁股，三，撅屁股，三，我退，撅屁股，三，撅屁股。感谢咱们家三文八段小老四啊，欢迎咱们家三文八段小老四啊，兄弟们，往后退，撅屁股，三，撅屁股，不许动，撅屁股，撅屁股，三，你撅屁股，退，撅屁股。撅屁股，老爷看公屏买货的，狗狗鼻子掉漆变红，吃啥能黑？吃海藻粉吧，兄弟们，吃海藻粉啊！退，三万，坐立，蹦，你坐好，下去，蹦，再蹦，好，你三万他竟然知道蹦啊，兄弟们啊，三万知道蹦，他知道跳。啊，海藻粉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海藻粉，兄弟们啊，
海藻粉，我这还有没有海藻粉呢？有海藻粉呢，我这怎么链接没了呢，寻哥？俺们家海藻粉的链接怎么没了呢？你们有需要海藻粉的，我现在给你上架去。海藻粉怎么没有了呢？审核记录。沟通按键，买沟通按键。海藻粉没有了。嗯，这狗真聪明。三万过来，来，三万不是想吃火腿肠吗？兄弟们，我逗逗三万啊，老铁们，我逗逗三万啊。我跟你说，俺家三万，俺家三万平时的时候是真听话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他平的时候是真听话呀。三万从来都是按套路出牌，我让三万干啥，三万干啥，兄弟们，啊，来。小迷糊表演呢，小迷糊表演啥呀，兄弟们？小迷糊表演，他表演啥呀？表演咬东西，表演偷东西，还表演啥呀？三万，爸给你拆根火腿肠，三万啊，帮你拆根火腿肠吃啊，三万啊，好，三万，嗯，我考一下三万，兄弟们，考验一下，啊，狗。狗粮好多都断货了，咱们家豆柴的狗粮能买，兄弟们啊，豆柴狗粮买一袋送一袋，兄弟们，豆柴的冻干粮啊，咱家别的狗粮断货了，兄弟们，但是你可以买到咱家下方小购车第三个链接狗粮，99米，兄弟们，买一袋送一袋啊，99米一袋啊，三你坐下，三你祷把手拿来，把手拿祷告，三万来，感谢花魂姐姐，欢迎花魂姐姐来到咱家直播间，谢谢花魂姐姐，感谢最爱三万一家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三位最爱三位一家，兄弟们，谢谢啊，还有咱家花魂姐姐，兄弟们，大家都给点点关注，老铁们，谢谢了啊，迷惑三位军团最爱三位一家啊，谢谢大家伙的鼓励，兄弟们啊，三位你给大家伙来一个祷告，兄弟们，三位坐好了，赶紧坐下，再给大家伙来个祷告，祷告，上把手上放这点，咱把手放这点，坐坐，拿了一只手。你看三，你干啥？你学砸了，你都三坐坐坐好了，握手。三上来上来上来，你坐好了坐好了。三你上来来上来，一个意思，你坐下。小迷糊，你唱歌呢？小迷糊啊，过来三来，一个手坐。三坐好了，三坐坐好了。你看看你学砸了，三们，你上这儿来，上这儿来，三上这儿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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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万，一个手，一个手，两个手，祷告，两个手，祷告，跪倒，祷告。你看看你三，你会祷告，你说你会祷告，你好好祷告。三万，一个手，另一个手拿来。哎呀，坐好了。三万，一个手，另一个手，祷告。哈哈哈，三万给你祷告。三万，你有点太着急了，三万啊，焦虑啊。三万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万，坐好了，坐坐坐。豆柴狗粮买一袋送一袋，兄弟们啊，你99米你买一袋送一袋同款，兄弟们啊，99米是三斤的，然后是成犬粮，兄弟们，你买一袋狗粮我送你一袋试吃装，然后呢我再送你一袋狗粮，再送你一袋试吃装，兄弟们啊，三万再给大家我祷告一下子，三万坐好了，坐坐，三万你稳着一点，三万一个手，一个手，三万一个手，一个手拿上来，三万来拿上来，另一个手祷告，这两俩手，俩手，俩手呢？俩手，俩手，俩祷告，俩手放手放手祷告。你看你三万，你咋这么懒呢？那个手你也拿来，三放上放上来，三放上来，三手手那个手。三，你给大家好好祷告一下，感谢咱家天天快乐姐姐，兄弟们，感谢咱们家天天快乐姐姐啊！哎，今天20几号了，兄弟们，老四该过生日了。三万来，三万来，三万来。过来了，三万，往前过来，来，三万，一只手握手，握手，握一只手，三，握一只手，三，你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你看看你着急，太着急忙慌了，你三万，沙发不好祷告滑，你干啥呀，三万啊，啊，哎，你看你这没事闲，你总脱我袜子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疯了吧你，啊，三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把袜子给我拿来，放手里。你要干啥呀？吃这个呀？啊？
哎呀，他想吃火腿肠，兄弟们，三文想吃火腿肠。哎呀，臭不臭啊，三文呢？你说你为了个破火腿肠，啊，你给我这一宿，这一晚上就给我脱几回袜子了，三文啊？为了这根火腿肠，你就给爸脱了几回袜子了？这爸的袜子新买的袜子，三文，还有新买的袜子。看三，你看爸爸袜子多好看啊，好不好看？三文，哎，脱，干啥呀？吐了，祷告，地嘴屁股不许动，不许起来。好，你看，兄弟们啊，老铁们，你说我把这个瓶子立到三文后屁股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兄弟们，我把洋奶粉立三文后屁股上吧。三文，撅屁股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三文，你撅屁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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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文，撅屁股，不许动。三文，你看看你三文，兄弟们，你说能三文能坚持十秒钟不？老铁们，重来呀！三文来，撅屁股，重来，重来，爸给你火腿肠吃，三文啊，这回啊，真给你吃啊！三文，只要你坚持够时间的话，爸就把这火腿肠给你吃，三文啊，撅屁股，撅屁股呢，撅屁股，撅屁股呢，撅屁股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撅屁股，上撅屁股来，你看你。三，你撅个屁股让大家伙看看你行不行？三文，你撅屁股，撅屁股，三文撅屁股。小明，你干啥？你想出来玩啊？你出来玩不许偷东西吃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小明慧，这个小明慧啊，你真关不住他，知道吗？啊？你干啥，小明啊？你想吃啊？这个不是给你吃，给奶奶吃的啊。答应三文的兄弟们，答应三文必须得给三文啊！咋训练的呢？就只这会说话呢。欢迎大家伙儿，老铁们，咱们给咱们家的花魂姐姐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！咱们家至高无上的榜一花魂姐姐啊，老铁们，花魂姐姐家养的这什么小狗？小泰迪啊！三文才不上当呢。豆柴狗粮，兄弟们，买一袋送一袋，99米一袋，老铁们啊，咱那豆柴狗粮冻干粮99米一袋，然后呢，兄弟们会给大家伙送一袋试吃，然后呢还会给大家伙送一袋同款狗粮，然后呢兄弟们还会再给大家伙送一袋试吃，也就是说兄弟们啊，你买一袋咱那狗粮，我给你发两袋试吃，然后呢再给你发一袋同款的狗粮，老铁们再给你发一袋同款的狗粮。啊，相当于兄弟们，咱家这个豆柴的冻干粮，相当于老铁们啊，相当于49块钱一袋，兄弟们，49块钱一袋，3斤冻干粮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划算不划算？啊，小迷糊以前偷鱼的视频太火了，又看着小迷糊偷鱼的视频了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是又在热门上看着小迷糊偷鱼的视频了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啊，嘴馋，我要给小明整个养鱼场，我给小明整个鱼池子，我把小明扔到鱼池里去啊！小明喜欢偷鱼，还是小明生性啊，兄弟们，他喜欢吃活物，他生性啊，血性啊，他喜欢舔那个血，喜欢舔那个生啊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小迷糊的父母啊，或者他的祖上，兄弟们啊，绝对有那个狼，兄弟们，或者绝对有野生动物啊。也就是说，兄弟们，不是小石榴上面，就是老四上面，老大上面，不，反正三文上面，恐怖啊。哎，出来直播准备干仗，迷糊的造型，你看小石榴的造型，小石榴越来越好看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感觉小石榴现在不好看，其实小石榴它在慢慢长，兄弟们，它现在身上长得像是绒毛一样，让它头上的毛啊重新长，兄弟们，这小石榴头上的毛就算长出来的话，你说还能那么磕碜吗？兄弟们，还能像以前那么磕碜吗？不能了吧？啊，说不能了。
来，老四来，来分零食吃啊！四哥，剃毛不好看了。四哥来吧，老爷给你们分牛米花吃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小石这穿的衣服好看呢。哎，你咋的，米花？你又被他偷跑了。嘿，我发现这个小迷糊他娘了个炮，小迷糊你就不能说这老爷省省心啊，小迷糊啊，你干啥呢？小迷糊这动作太快了，你就把你爹了，你说你就把你爹扔进去，小牛坏烧肚子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说你小牛来给你肉干吃，给你肉干吃，小牛啊来夹你个罐头，看这个这罐子，要要要！小明啊，来再奖励一瓶羊奶粉。小明啊，来再奖励一个肉干吃，肉干要。哎呀，你那是吃不消化呀！一天天整不了的，哎，老爷不实在，净整虚的，小牛不换。小牛啊，老爷，老爷不用拿拖鞋给你换吗？我拿肉干，我这回拿肉干跟他换，兄弟们啊，我拿牛粒跟他换啊，兄弟们，我不相信小牛不换，我不相信小牛不换，兄弟们啊，反正小牛我觉得是实物。小明，你闻香不香？你闻，小明香不香？小明，我老爷不请你闻闻肉干香不香？香。小明来给，小明先给肉干，给来，小明来，小明来，老爷给你拆开来，小明吃吃。谁偷吃我火腿肠了？我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火腿肠，谁偷吃了？啊？小迷糊，我这有火腿肠。小迷糊，你的火腿肠呢？我这火腿肠可是公的，不服你拿出来给老爷看一看。小迷糊，我这个火腿肠，啊。可是王母娘娘给我的，小迷糊，这个可是公的，你那个是母的。小迷糊，拿出来给老爷看看呢。啊？
小明说，嘿，这个火腿肠明明在这儿呢，为什么让老爷拿走了呢？这个火腿肠啊，兄弟们，三万，在里头待着吧，小明啊，你就在里头待着吧，你为这个火腿肠，咱们爷俩弄的啊，反目成仇，小迷糊。值吗啊，值吗，小迷糊，我就问你啊，为这个破火腿肠咱爷俩弄得反目成仇了，小迷糊啊，一点都不值，小迷糊啊，啥也不是，哼，看不起小迷糊，看不上他，八眼看不起小迷糊，看不上小迷糊。欢迎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欢迎所长，三万，过来拿来啊！给俺家老四他们几个吃啥，兄弟们啊？吃咱们的那个牛米花啊！我四哥最喜欢吃牛米花了，来，老四过来，来，老爷给分牛米花吃了啊，都有份儿，就小牛没有份儿，兄弟们。这个小迷糊他是真护食的，兄弟们啊，你说小迷糊这个护食应该怎么教呢，兄弟们啊，哎呀，这个护食的臭毛病怎么才能改呢，你们说沐浴露选哪个，兄弟们，沐浴露是55米两瓶啊，两瓶55米，在第15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我讲解这个啊，在第15个链接啊，起来，我把牛米花给你们打开，好啊，来，坐去吧，三个坐好了，下去，三，下去啊！咱家这个牛米花，老铁们啊，烘干的牛米花，你们看着没有？这个肉，兄弟们，牛米花，兄弟们，原材料主要是这个牛肺，兄弟们啊，上面牛米花主要的成分是这个牛肺子啊。狗狗老喜欢吃了啊，小石料啊，塞7，老大，老四，啊，看，真香啊，兄弟们，这牛米花是真香啊，啊，你们又想给狗狗买牛米花的，兄弟们，咱这牛米花可以给狗狗补充平时日常狗狗啊它吃不到的微量元素啊，兄弟们，吃不到的那个维生素啊，微量元素啊，兄弟们都可以给狗狗补充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的妈，四哥呀，你是不是要咬着你姥爷手啊，四哥啊，给小牛一点吧，嗯，咱家这个牛米花，兄弟们，一袋这一大包436克，兄弟们啊，436克有多些呢，兄弟们啊，相当于一斤重，兄弟们，但是这个牛米花呢，老铁们，这牛米花非常显多，为什么，因为那个它本身就是烘干的，老铁们啊，那个得2-3斤多的那个，兄弟们，那个牛肺才能整出来400多克的牛米花，老铁们，才能整出来400多克牛米花啊，100%干的，兄弟们啊，一点水分都没有，你听声，特别脆声啊，特别脆声，特别香啊，狗狗愿意吃啊，看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平时的时候都可以当训犬零食，老铁们啊，牛米花啊，咱家牛米花在第11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牛米花在第11个链接，39.9块一袋，老铁们啊，你看看，兄弟们可以当训犬零食啊，石亮，来，老大握手。握手，老大，啊，握手，再握手，老大，握手，握手，老大，干啥呀，老四，你要握手啊？谁握手握得快给谁，三，坐好了，谁握手握得快给谁啊？1、2、3，握手，啊，好，老大没握手，老四一个，好，三位一个，好，1、2、3，握手，握手，看谁握，看谁握。看谁握手，高了一点，三，你坐好了，啊，握手，哈哈，老大也学聪明了，俺家老大学聪明了啊，总不给小迷糊吃，
兄弟们，你们怎么不说小明会咬我的时候，你们咋不说呢？兄弟们啊，你们总是看到小明会不好那，就是吃不着好吃的那一面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想想，小明吃好吃的时候，你们咋不说呢？兄弟们啊，待会儿有需要牛米花的啊，39块钱一袋，老铁们，太小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刚才吃了一堆，可不呗？小明刚才吃了一堆，吃了。那小蛇小嘴玲珑，你看，啊，小嘴玲珑，啊。女孩狗愿吃，兄弟们，狗愿吃，非常非常喜欢吃。你们可以去买一袋，啊、嗯！呀，老四还咬嘴唇呢，四哥，再咬一个，老四来，再咬一个，老四，真听话，老大咬一个，再咬一个，老四你咬一个，老四来，老四你张嘴。张嘴，四哥，这张嘴，四哥，你再给大家伙咬一个。石头脱毛了，那小石头脱毛了，兄弟们啊！小迷糊出来呀，兄弟们想看小迷糊出来呀？啊！哎，老大白的像白狐一样啊，小石头没毛，太好看了。其实我也感觉小石头没有毛好看，兄弟们。啊，它有毛反倒是不好看。那个毛啊，兄弟们，那个毛啊，不适合小石榴，兄弟们啊，不适合小石榴。我觉得小石榴没有毛挺好的，兄弟们。嗯，39块钱一袋，兄弟们啊，39块钱一袋。然后那个咱牛米花，小米花来，现在都不做游戏了吗？老铁们，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游戏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大伙儿说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啊，有没有从头一直看到尾的看咱家直播，兄弟们有没有？啊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刚才三八一直带着狗们做游戏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我是10:30播的，我带咱们家狗狗做游戏呢，做了一个半小时，啊，做了一个半小时，兄弟们。啊，基本上是做了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呢，后期的时候呢，后半夜呢，大家伙该睡觉都睡觉了，然后呢，兄弟们给大家伙卖点东西啊，在卖货期间呢，你们听我的说话的声音，你们就当是那个催眠曲了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睡觉你们就睡觉吧，好吗？谢谢大家伙的理解，老铁们，谢谢大家伙理解啊。还有咱家小馒头，兄弟们，咱小馒头的19.8两袋，老铁们啊，对呀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从头干到尾，谢谢大家伙的理解，兄弟们啊！你们有想买小馒头的老铁，咱小馒头呢？我给你看小馒头啊，老铁们啊，小馒头呢，给大家伙发两袋，咱的狗非常非常喜欢吃小馒头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小馒头狗狗非常喜欢吃啊。兄弟们，咱这小馒头一袋是220克，兄弟们啊，然后呢，添加茶多酚成分，有益于降低狗狗排泄物的异味，兄弟们，你们瞅瞅啊，你看这儿呢，你这写着了，添加茶多酚成分，有益于降低狗狗排泄物的异味啊，降低狗狗的排泄物的异味，有的狗狗拉粑粑臭啊，有的狗狗尿尿啊味道臭，味道难闻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吃消臭饼干呢，兄弟们，一个是消臭饼干，一个是奶酪小馒头，都添加茶多酚成分啊。那狗特别喜欢吃咱这小馒头，老铁们。146的狗粮还有吗，兄弟们？现在的话，现在的话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，现在没有狗粮了，狗粮得再等两天，兄弟们，再等两天的啊，老铁们。
现在的话，大家伙先别着急啊。看 seven， 看你家大宝，看你家 seven 啊，小明来，小明过来，小明来，老给你入。小明啊，你在里边干啥呢？小明啊，啊，小明，你吃不吃小馒头？小明啊，你吃不吃？你是不是在那偷东西吃呢？小明，我看你在偷啥呢？我一猜你就在偷东西呢，小明啊，啊？醉翁之意在这不带酒，你在这块了啊？啊？你干啥呢，小明啊？我看你，我你们看他偷啥呢，兄弟们？啊？你干啥呢，小明啊？啊？我说你怎么不过去吃呢，小明啊？啊？原来你在偷吃肉干呢，你呀？啊？啊！也没吃到啊，有这个动作都不行，兄弟们，有这个举动都不行，偷东西的举动，啊，这不惯着小迷糊偷东西吃吗？兄弟们，这不是，把它关在里面怎么偷？我刚才关键是没给它关里头啊，兄弟们，我没给小迷糊关里头。你们总是说呀，三爸爸呀，给他放出来吧，别给小迷糊关里头了。待会儿都为小迷糊求情啊，兄弟们啊，没办法了，小迷糊出来吧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过来，来吃小馒头了，来吃小馒，吃完小馒头，过来，来啊，小迷糊，你吃不吃小馒头？小迷糊，来，老爷给个肉干吃，小迷糊，来，小迷糊。迷糊，迷糊，快来给肉干吃，快来，迷糊，好，迷糊啊，来，咱们吃小馒头，罐头拿出来，罐头咬不动，兄弟们，哈，那个罐头咬不动，咱这罐头都是他，我跟你说，这罐头啊都是小迷糊咬的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就我手里拿的罐头都是小迷糊咬的啊，咱家罐头，兄弟们，咱家罐头19块9毛钱，给大伙发3罐了，兄弟们啊。罐头在19块83罐，第16个链接了，兄弟们。咱家这个罐头呢，有鸡肉的，有牛肉的。你看小迷糊，你让老爷咋卖？小迷糊，你瞅瞅，你让你老爷咋卖啊？这罐头都让你咬坏了，你瞅这咬的，鸡肉配方的，然后呢，肉干不是老爷放的。鸡肉配方的，牛肉配方的，鸡肉蔬菜配方的，牛肉蔬菜配方的，兄弟们啊，我把这肉干我放到里边，我放在井里头，小牛能偷着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啊？我放到哪儿，小牛都能拿着。过来，19块9，3罐啊，1罐是375克，同学们啊，拍一发3罐啊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，兄弟们，你要给他吃腻了他就不偷了，他不带吃腻的，铁子你放心吧，狗狗对宠物零食这方面没有吃腻的啊，除非吃粑粑，兄弟们，小明吃粑粑已经吃腻了，他现在已经不吃粑粑了啊，小明小的时候是吃粑粑为生，兄弟们，小明小的时候是以屎为生啊，现在不了啊。来，三位来，从沙发上去偷。你看他们几个多听话。哎，你说小明为什么就跟这帮狗不一样呢？兄弟们，你看老大，你看老大小石榴，他们几个多稳当啊！从来不说研究别的东西，我上哪他们上哪。兄弟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咱家他们这四个小狗，我上哪他们几个上哪。你说小明不合群儿，哎呀，他自己在那研究啊。我跟你说，小明这小狗挺聪明的，自己研究怎么才能偷着东西，怎么才能爬那么高，怎么才能吃着。哎呀，这一天天脑瓜里就剩吃了，啥都没有。给小明吃点牛米花。啊，罐头19块8，3罐，兄弟们啊，3罐顽皮罐头啊。哎，我家的狗吃饱给牛肉都不吃，信不？
小明你来不来，小明过来，来，小明你过来，小明来，坐好了，咱坐坐，老大，好，不吃了啊，不吃了啊，吃这些得了，吃这些得了啊。小明你家里头是不是还有好吃的，我想知道，小明啊，你家里头是不是还有好吃的呀，明花啊，你为什么不过来呢，小明，我姥爷想不就姥爷特别不明白啊，明花，我特别不明白，兄弟们，小明为啥不过来呢，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，兄弟们啊，小明啊，这屋家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，里边是不是有东西，姥爷家的大牙刷的牙棒蛮好，我是直播时候买的，25的，现在19.9了，没直播的时候买的。咱花魂姐姐，咱花魂姐姐来咱家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。要不我削你，我四哥老幸福了，兄弟们啊，你削你是削不着。削你是削不着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俺家四哥老幸福了。四哥呀，你喜不喜欢姥爷呀？四哥，你幸不幸福？四哥，来，你干姥爷，你幸不幸福？老四，你幸不幸福？四哥，握手。四哥，你幸不幸福？幸不幸福？老四，嗯。待会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点点亮吧啊！小明，我来，姥爷给你捏米花吃。小明，快来，捏米花。不许动，小石头你不能吃了，给小牛吃啊。好啊，迷糊迷糊命硬啊，啊，跟这帮大狗在一块儿，兄弟们，咱家小迷糊跟这帮大狗在一块儿啊，每天啊，你看看，每天的生活呀，兄弟们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呀，小迷糊，嗯，风到了这里就是年，念着刻骨的思念，还咱豆柴鱼油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那个鱼油的，你们可以去买那鱼油去，咱鱼油是卖的真便宜，兄弟们啊，鱼油是49.9元，兄弟们发两罐鱼油，发一罐鱼油啊，49.9发一罐鱼油啊，咱鱼油真好，兄弟们，豆柴的啊，那叫水深火热，那叫多姿多彩呀，那不叫水深火热，那叫多姿多彩呀。他也不敢使劲去咬，不一定啊。你看小石头就敢去，你看起来咱坐好了，小石头就敢咬。三，你坐一下。你看，你看着我，兄弟们，你三坐好了，三。他掏你知道吧？你老大啊，嗯，老大现在也不掏了。主播半夜唱的歌很好听，小明脑瓜里没有吃，就是嗯，小明感觉我手里好像没有吃的，哎，小明始终都不挨着我哈，现在小明好像是有点怕我，是不是老爷总是我总收拾他的事儿呢，兄弟们，小明是有点怕我的，现在看着我怎么，我感觉小明现在看着我怎么就跟看老四似的呢，啊，怎么跟看我四哥似的呢？为什么不给Seven吃？我咋没给Seven吃呢？兄弟们，为什么不给Seven吃？我都给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不许动，老四，都给了。你看看，你看小石头吃的多猛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谢谢大家，狗粮。99米一袋儿，兄弟们，99米一袋儿，然后呢买一袋送一袋儿啊，回来买一袋送一袋儿，来给他们
哎呀，现在狗粮嘛，现在狗粮吃完饭我就去遛狗了，我就下播了，兄弟。给他们吃完饭我就下播了，有点累了今天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老四泪疼怎么那么严重呢？今天我也不知道，我四哥啊，四哥来，你看这兄弟们，为什么咱其他狗没有泪痕的，为什么老四有呢？你说老四能不能跟着爹随着爹呀，兄弟们啊？或者是公狗到这么大岁数的都有啊，同学们，是不是因为公狗到这么大岁数都有啊？啊？呀，完了，倒多了，兄弟们，倒多了，这么地吧。主播不能回复一下15号链接拉布拉多拍哪个？主播能不能回复一下15号链接拉布拉多拍哪个？15号链接啊。应该是沐浴露，沐浴露的话你可以拍犬犬通用的，可以拍抑菌止痒的，可以拍白毛的啊，可以拍这些啊，兄弟们啊，都可以拍啊，抑菌止痒的啊，犬犬通用的，还有白毛的，这几个都可以啊，来吧。遗传像巴顿，老四长得像他爹。天哪，我四哥长得像他爹一样。好好吃饭啊，不以肝脏啊，肝脏蹲监狱啊，一顿一个窝头，一顿一个窝头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我会好好地认自己，轻轻地让我离开你，请把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过来介绍一下狗粮，我给俺家狗吃的热狗粮现在没有货，兄弟们，现在没有货啊。但是咱们家斗彩狗粮有货，斗彩狗粮也没有多少了，斗彩狗粮是买一袋送一袋，斗彩的冻干狗粮，兄弟们啊，买一袋送一袋啊。他姥爷自恋了吧，还唱上了，哎呀，我打小就自恋，兄弟们，人没有不自恋的，兄弟们你们信不信，人没有不自恋的，什么是自恋呢？臭美他们就是自恋啊，丑，哎，总是看照镜子丑，丑自己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人没有不自恋的，都愿意看自己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你们以前的时候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就是自己最帅啊，这个世界上自己最漂亮，有没有，兄弟们啊？别人急的没了吗？没有了。我小的时候就感觉，哎，我就感觉我啊。狗粮多久才能有？一个星期吧，兄弟们，一个星期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我可以把狗粮给大家伙挂上，兄弟们，但是呢，现在没有货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没有货，你可以等咱们家狗粮有货的时候，不，或者是兄弟们，你们现在拍，有货了之后第一时间给大家伙发。啊，有货的话第一时间给大伙发，兄弟们啊。咱家狗粮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链接啊，149一袋，兄弟们，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粮啊，现在买的话啊，兄弟们，现在买的话得一个星期才能发货啊，老铁们啊，所以你们别着急，老铁们啊，既拍之则安之啊，兄弟们。曾经老四咬日本兵那个场景，视频都保存下来了，每天看两眼高高兴兴的。我的妈呀，你是真恨我们家啊，真恨我家小迷糊啊啊！
轻轻的让我离开你，请把眼角的泪拭去。三文有血统吗？三文呢？没有血统，兄弟们。嗯，人家说三文是单血统，买的时候，后期我才知道，兄弟们，你有血统的话，你有血统证书，你如果没有血统证书的话。没有血统证书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啊，你也整不明白他到底是单血统还是双血统。最近不吃冷面了吗？最近不吃冷面了，兄弟们。过一阵再给大伙做冷面吧。现在没有冷面了，兄弟们。现在冷面是淡季啊，贵呀、啊。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，但是呢，啊。但是呢，着急的话就别买了，兄弟们啊！着急的话就别买了啊！嗯，你着急的话买狗粮的话，兄弟们啊，这有点肯定是发不出去啊，兄弟们啊！因为咱狗粮卖完了，上次总共那天直播的时候，那天直播的时候总共到了是1200件，兄弟们啊，1200袋狗粮，这才多少钱就没了。上次那狗粮都欠大家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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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没发的啊，上次一堆都发了。穿的那个衣服是哪个？穿衣服那小石榴，兄弟们，穿衣服那俩人小石榴，小石榴是谁呢？小石榴是小迷糊的妈妈啊，也就是说老四的媳妇儿，兄弟们啊。狗粮挺好的，兄弟们啊。我这回又想好了，兄弟，这回啊咱就进狗粮啊，我一次进1万袋啊，这省着一个星期进好几次怪麻烦的。是狗肯定护食，不护食狗粮一袋149，兄弟们啊，149，咱家这款狗粮是三拼粮，兄弟们啊。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，咱家三拼粮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兄弟们，三拼粮里头有啥呢？兄弟们，有这个海藻条啊，有牛粒啊，卵磷脂，卵磷脂海藻条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啊，而且狗狗非常喜欢吃。咱家这款狗粮是比瑞吉厂家生产的，兄弟们，比瑞吉厂家的啊，诺瑞狗粮，老铁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诺瑞。最开始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当时的比瑞吉最开始的时候是做诺瑞起家的，知道吗？诺瑞才是正儿八经的老品牌，兄弟们知道吗？诺瑞才是正儿八经的老品牌啊。万一去杭州呢，拿过去就完了呗，兄弟们，再发过去呗。哎呀，我听他们说杭州那边天天下雨呀、啊，杭州那头天天下雨呀、啊。晚上少吃点吧。比瑞吉，兄弟们，人家是比瑞吉厂家生产的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比瑞吉厂家啊。嗯，兄弟们看一下吧，生产企业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，上海啊，上海比瑞吉。生产企业啊，现在杭州确实天天都有下雨，这是我听他们说天天下雨，天天下雨呀、啊，哎呀，雨季呀、啊，现在是狗粮是多少斤的？20斤的，兄弟们啊，狗粮一袋是20斤啊，一袋149，149块钱20斤，你说性价比高不高，兄弟们啊？而且是比瑞吉的，厂家是比瑞吉的。啊，跟比瑞吉是一个公司的，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系列啊。来广州我不去，广州更热，广东更热，兄弟们，嗯。马犬可以吃，什么狗都能吃，兄弟们啊！咱家这款狗粮啊，什么狗都能吃，不分品种。轻轻的让我
广东37度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说37度了，就在我们东北这嘎达，兄弟们从来都没超过32度过，33度都很少见。我们东北冬夏天的时候33度都少见呢，兄弟们都看不着。还你们这37度还能活吗？啊？好了，好好吃，嗯。Seven 他们在东北长大，去广州受不了。就算他们几个天天在空调底下，他们也受不了。嗯，他们天天在空调底下，他们也受不了。嗯，正常有时候有40多，但是我们那会儿有水呀，离水源近呢。啊，离水近呢。啊，我还打算给他们整个游泳池。我打算给他们整个游泳池。13:41了，吃完饭出去遛狗了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的陪伴，感谢大家伙陪伴与支持，兄弟们啊！啊，咱们一会儿就下播了，兄弟们，一会儿就下播了啊！没有你的日子里，那个9.9的截止棒，兄弟们啊，9.9的截止棒，我给你们讲解一下子啊，在第49个链接，兄弟们，在第49个链接，磨牙的截止棒啊，第49个链接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点，兄弟们啊，49号链接，吃饱了开耍了，我一会儿让你们耍，一会儿都让你们分开，不在一块他们就不耍了。嗯，把老四老大关起来了，关起来就老实了都。刚刚看了几次，你都没有直播，我每天都播呀，兄弟们。三爹在这块拉，我是每天都播呀。啊，我家也是东，也是拉拉，从东北来广东2个多月了，天天热的哈哈的，每天洗一回澡，开空调也热吗，兄弟们？老铁们，我想知道，就是狗狗在南方的话，天天开空调也热吗？啊？一个空调不行，你开俩。热开风扇都是热风。兄弟们，我说的是开空调。风扇当然都是热风啊，外面热呀，肯定是不能出去溜达，兄弟们知道吗？肯定是不能出去溜达。听我的意思是在屋里开空调的话，老铁们，屋里呢，屋里勤通风，然后呢，通完风之后呢，给屋里开空调，老铁们，啊。把屋里设置成16-17度，就开到最低温度，兄弟们，你们感觉屋里还会热吗？老铁们，屋里是不是就不热了呀？啥也有用，说多了又让出去了，现在说有啥用？电费不得了。燕玲说啥？我看燕玲说啥啊？好了，燕玲说都有啥用？燕玲是谁呀？你们燕玲，小迷糊吃的少。兄弟们，小迷糊吃的是少，老铁们，但是呢，他们几个呀，兄弟们，他是公平的，知道吗？小牛他不吃，你看着了吗，兄弟们？小牛在那卖单儿，不是三爹不给他吃，兄弟们啊，他在卖单儿，他们不够的话，我可以给他加，老铁们知道吗？啊，这不吃没了吗，兄弟们？如果不够呢，我可以给他们加啊，但是小牛不可能吃不着，老铁们啊。
小明愿意溜达。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啊，小明在那偷摸在那看呢，他想偷东西吃。小明在那偷摸的在啥么呢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老爷把东西放哪儿了这是啊，我要瞅一瞅啊，在这儿呢啊，这小明要偷老爷的东西吃啊这是啊啊。小明踩点呢，你以为小明在那溜溜达的你干啥呢兄弟们，小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走着这块闲不两口，走到那边溜了两步的，趁我不注意偷个零食进窝了，偷个零食进窝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踩点呢，你看这一天天的啊，你看他不吃吧兄弟们，看了吗？哎，小明可不饿兄弟们，小明可不饿，我跟你说啊，偷吃习惯了。我这回兄弟们，这回我一点都不让他偷吃，知道吗？我啥都不让小明偷吃，不老实的很，还偷吃，偷吃完不吃饭啊？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！没有你的岁月里，小明，我看老家有啥了？你家里头，我瞅瞅。嗯，还行。小迷糊啊，你就不能好好吃点饭吗？小迷糊，老爷就很不理解你了，你能就不能好好吃点饭吗？啊？吃啊，小迷糊啊！老爷让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小迷糊。你在里面养身体吧啊，以后你在里头指定有吃香喝辣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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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我们该兄弟们，我们该下播了啊，老铁们，3:38该下播了，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零食才好吃呢，养狗的不错不错点儿。我们该下播了啊兄弟们啊，拜拜，跟大家伙说声拜拜兄弟们啊，晚安了老铁们，晚安了，祝大家伙晚安啊，早点休息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兄弟们，3:38在这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伙陪伴，老铁们感谢大家伙每天都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希望大家伙明天还来，希望大家伙每天都来，明天还来，天天见兄弟们，来拜拜，感谢咱们家天天快乐姐姐纳米格13年，兄弟们谢谢大家啊，哎呀，俺家老四老大再过2天就过生日了，兄弟们谢谢大家伙的支持，兄弟们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老铁们拜拜，祝大家做个好梦啊，拜拜。